哎，徐亮，洪徐亮，我们现在位在于屏东的海生馆啊，厉害啦！先废话不多说，订阅参加赛的频道，我在下面加留言的啦。要抽奖了！抽奖啦！送出你看这个可爱的鲨鱼、企鹅、红鱼、凤髻鲨，还有这个河豚的儿童雨伞，可爱呢！伴手礼，把我们吃完之后伴手礼送大家，赶快赶快留言抽奖抽奖！哎，徐亮，洪徐亮，这一集特别啦！哦，我们老夫老妻准备来约会了。哇，好久没有这种形式，是不是？一对一的约会，不要你参加会吧，就在家里丢包啦。今天来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那里出海捕金鱼啦，啊，养皮肤啦，有看到没有？真的人家是海生馆呐，有人对海生馆的。你讲到啥呢？我你们两个屏东的海生馆，你们来过呀？没有哎。这边可以跟鲨鱼一起睡觉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这个我记得。约会耶，这边约会圣地耶，啊！今天就让老夫老妻带大家来看一下怎么约会。你得带奶奶去找企鹅玩。不错，你看这边很好约会，女生就暗暗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可以手来脚来。我们水母隧道。波妞鱼，深海的波妞鱼，可爱，是活的，是真的，好可爱，可爱。我觉得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可爱的，真的，很细腻。真的，海生馆一定要来。好漂亮，一个梦幻，梦幻，海底隧道。这也是全台湾第二多的。花园慢呢，因为它本人这么细那么长，对啊，有30公分呢，可以，就是叫 Angel 啦，啊，我熟我熟。啊，舒服，对不对？下午茶时间，谈谈恋爱，看看海，吹海风，浪漫。吃饭时间，哦，没想到可以在海生馆吃饱费。耶，是不是？晚上真的可以睡觉。我看了一整夜的雨啊，今天一早起来堵车。耶，干活了，然后我们吃饱吃到干活了。为什么吃？先体验一下资源，好不好？来问。耶，结束我们海生馆的行程了，很厉害，没想到竟然可以玩到快2天一夜，而且一泊30，晚餐、宵夜、早餐，适合情侣约会、家庭旅游，下次一定要带这个跳蚤会啊，商品部也都没有人在管，没有开，自己拿，没有。